这个漂亮，兄弟们，哇，这个漂亮啊！贵州茅台，在赤水河。来，兄弟们，给兰哥点点直播通知，点点关注啊！跟着兰哥游全国，带你全国各地看美景。大保健就不去了。哎呦！哇！遵义会议没了。四号渠道也，这就停了。这就没了，多少？这渡江的呗，十渡赤水呗。哇哇！哇，这个漂亮！哇塞，哇靠，哇塞，兄弟们太漂亮了，兄弟们，太漂亮，太漂亮！该结束了吧？八点开始的吗？十六来着。八点开始的，八点十六了。小乔，晚上好，丫头。下面没有表演了。这。体验的是个桥，兄弟们，像不像桥？像不像桥？确实像桥的，谢谢喷泉，我才逛了一点点啊。你好，小游客，谢谢喷泉。后边有跳广场舞的，茅台镇。这就是神奇赤水河，温暖的山，阴影的水，纵人的风，流念的人，这就是神秘茅台镇。茅台镇闻着一股酒味儿，哇！
是我远走路途，心情却同在抗震立体，正是双脚孙毅，我也要渡此水河呀。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这个神武江乡人凡龙潭酒镇欢迎你。哇，完事儿了呀？不能吧？谢谢欣赏，完活了，没油了。8:20，提前十分钟了都。啊？我都提前十分钟了。没油了。完事儿了，兄弟们，咔嚓一下就完活了，完事儿了，哎我去，微笑啊，你才鸡巴来。